电话来了。哦，电话响了。哦，电话响了。哦，知道，我知道接电话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啊。哦，你听见电话响了？又响了。这样子吧，八百六六一八块就给八块钱吗？啊？咋子报的不够啊？给八块吧行吗？我想玩玩具啊。哦，好的。好的啊，不给，给你玩你玩吧。再1669，能拿着玩你玩行吗？给他吧，那走吧。拿着吧。啊，娜娜，这什么造型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娜娜要不要女朋友，宝宝？是不是想女朋友了？是不是想女朋友？要不要女朋友？我给你买一个，改天行不行？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呦，这真想要了。啊，改天给你买一个啊。那要不要妈妈了？还要不要我？要不要我了？啊，也要啊。要不要爸爸了？爸爸要不要？啊，爸爸也要。哎呀，真乖，真好孩子啊！改天给你弄一个啊。你害怕这个气球？怕它呀？你闻一下，不怕？你闻一下，闻一下，不害怕？哎呦，哎呦妈呀！咋这么怂猫呢？你不挺厉害的吗？气球怕啥？你可以闻一下。哎呦，这胆小，这胆小的，你看这胆小的，放你这里，给你吧。有啥怕的？它不咬你啊？咬不咬你啊？不害怕啊？不害怕？你玩，你闻一下。胆小的要命啊！你怕这个响声是不是？怕它那个？你爸又来了，你看一眼，来了吗？你看又来了吗？啊，你看看去，没来没来，你过来吧，骗你的，他没来，没来，你过来，你大爷的，娜娜，过来过来，没来，过来过来，你过来过来，哎，快点过来啊，我给你拿肉肉了，哎呀哎呀，小不点，你坐下吧，你坐下，我问问你，坐好，坐下，屁股着地，我问你为什么这么自私啊？啊，你是不是怕他抢我？是不是怕爸爸抢我？我问你话呢，是不是呀？是的。那你想干啥？自私啊，自己霸占呢？你累了，你回家睡觉去吧。你到窝里去睡觉吧，走吧。我让你走吧。啊，你不想走啊？那你乖。